嗨，大家好，我是唯有鸡的小编小比。那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唯有鸡的自有品牌 We Organic，我们会跟大家介绍新的五款单方精油的香味以及功效。那影片要记得看到最后哦，会有小惊喜。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 We Organic 新的五款单方精油，分别是雪松、永久花、马玉兰、快乐鼠尾草以及柠檬草。We Organic 有机单方精油全部都是来自于法国生产制造，通过欧盟的有机认证标章。那要通过欧盟有机认证的标章呢，除了产品的本身呢，需要通过严格的检验以外，种植的土壤跟采用的植物到萃取出来的精华都必须要通过严格的规范。介绍第一款雪松单方精油，味道非常浓郁、温暖的木质香气。那闻到的第一秒呢，是非常饱满、类似檀香的味道，非常推荐给陷入不安的状态的时候，醇厚。木质的香可以帮助稳定安抚情绪，推荐给需要一个安静空间，而且需要深层思考办公的时候特别推荐，也特别适合推荐给男性做使用。第二款呢，要介绍的是永久花单方精油。永久花它又称为蜡菊，它一开始闻到有一种药草的味道，还是略有带有点清香的感觉。那第二秒的时候就会出现一种清凉的感觉，后调带有略略的甜味，像是太阳般的温柔照亮的感觉，非常优雅，而且呢不会过分的张扬。那特别推荐给需要摆脱负面情绪啊，有助于身心流动的一款单方精油。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介绍的是马玉兰单方精油，主香调是有一种香草的香味，类似迷迭香，它又比迷迭香再更加的强烈一些。它非常有个性，但是却非常的温柔，甘甜中略带有一点点的苦味，它的类似迷迭香的香气更有穿透性哦。啊，有点淡淡的胡椒味，非常推荐帮助呼吸道畅通，思绪也会变得更加清新。接下来呢是快乐鼠尾草单方精油，它是一种青草香，柔和一些微苦涩的那种味道，但又有点类似琥珀跟麝香的味道，那它有点类似药草的气息，是散发非常有魅力的一种甜味，有点像是清新的绿茶的感觉。一般建议跟其他精油搭配做使用，让高调的快乐中呢柔和一些内敛的感觉，非常推荐给需要深层放松、稳定忧虑不安情绪的时候做使用。最后一款介绍的是柠檬草单方精油，那它其实又称为柠檬香茅，它的前调是有一种新鲜柠檬，带有一点点新香料、甘草味哦，后调有一种清新的泥土的草香味，非常的适合可以消除疲劳精神或者是压力的释放，让呢幸福感油然而生。听完刚刚介绍的五款有机认证的单方精油之外，有没有哪一款是你最喜欢的呢？赶快到我们的 We Organic 有机植萃保养专家的粉丝专页贴文下面留言，就有机会抽中这次的新品单方精油哦。那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呢，记得帮我们按赞，并且分享跟订阅，开启小铃铛。那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